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光。昨天公推再次稳稳拿下了，好像每次躺平几个月复出的时候，公推都有光环。今天继续带来一场欧冠，亚特兰大 vs 阿森纳。这两支球队都非常擅长进攻，但亚特兰大的防守和阿森纳有明显的差距。亚特兰大最近五场比赛场均丢两个球，而阿森纳在英超的四场比赛里三场零封。虽然第一轮直接四场上盘大球，但昨天的曼城和国米这场释放了相当大的盘压，今天上盘的庄甲并没有做过多的档位预留。本场主推阿森纳让 0.5 球胜。